为什么不加入单挑模式呢？以后会加入吗？单挑模式在很多游戏里都有，就是两个人进行皇城 PK。但吃鸡就没有加入专门的单挑模式，其实不加入有两个原因。一，专门开个模式会浪费资源，有单挑需求的毕竟只是少数，大多数人都是喜欢玩团队配合的模式，是因为需求很小，没必要浪费资源专门出一个单挑模式，不仅会让游戏容量更大，还会让游戏界面更加凌乱，加入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了。二，有很多方式可以单挑。很多小伙伴想说了，那我想和别人单挑怎么办呢？有方法解决吗？其实方式是很多的。首先就是一起进入特训岛，在地图上找到决斗场，报名擂台赛即可两个人单挑了。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开一局团队竞技，但是要进入房间界面，设置好游戏人数就行了，这样就可以进行单挑了。所以并不是光子不出单挑模式，而是已经有很多方式能单挑了，以后也不会专门出一个单挑模式的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